你现在可能觉得，请问荧幕上的这个人跟网络上的 Kenny 是同一个人吗？答案是 yes，同一个人没错哦，只是现在有点，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教你们如何看起来不要这么丑。第一步骤呢，就是要戴个美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然我现在真的是，Bitch I can see，Bitch I can see，Bitch I can't see，Bitch snap out of it，Bitch I can't fucking see。讲美瞳会不会很闹事啊？就是多美，好像美不到哪里去哈。就是戴个隐形眼镜，上面好像有毛哎，怎么办？算了。Who cares？戴完之后可能就是有点混血的感觉。妆 前的话呢，就是随便保湿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更完全不知道妆前乳它的功效到底是什么。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。I don't know。But 我们还是要用一下吧。大家都说是真的的话，那也许可能就是真的了，right？我皮肤真的很差，就是差到那种 A 酸都救不了我的那种。毛病在于哪里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呢，我作息非常的不正常，所以呢，我最好不要看到有人在留言说，哦，都是因为你化妆造成的。Bitch，N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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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ma'am，No，ma'am。现在呢，来上个粉底好了。你们会不会就是有时候觉得，怎么自己可以长这么丑？但是丑到之后呢，你就觉得，好像又还蛮漂亮的。Sorry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我刘海底下的秘密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天哪，我的六指山！我压力真的很大。把这个六指山遮住，不然是有点太可怕了。你看，现在就是变漂亮一点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定妆。有没有人就是一样用 Huda 的蜜粉？你跟我形容一下。这个味道真的是蛮奇妙的，有一种屎的味道。我是跟你说认真的，如果有买同款蜜粉的，请告诉其他人，我说的是真话。我从高中用到现在的，勤俭持家耶，高中用到现在，我跟你讲，谁娶到我真的是谁的福气耶。所以留言告诉我有没有人想要娶我。我跟你讲，鼻子真的是我的败点。李进良医生，李进良医生有在看吗？救救我！真的是这个鼻子，比市场的大蒜还要大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把它收小。干，我想尿尿，等我一下。我回来了，我真的是膀胱无力耶，也不是我膀胱无力啦，就是我一天喝很多水，可能上辈子被渴死，而且我每次上完厕所就觉得，怎么又很渴了？是因为想继续喝？你们会这样吗？Oh my god！刚我喝的水是那个全家买的，如果全家要看到的话，可以赞助我，谢谢。就是因为我很常买，所以呢，就是要赞助我的话，我会很乐意。我知道现在看起来有点。
等一下就会很漂亮了，请相信我。Pretty。然后我修容完之后会用个古铜粉，就是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有没有就是打完腮红就是又年轻个五岁？有吗？猜得出来我几岁吗？就是我就是高中刚毕业而已，然后兴趣是想当 YouTuber。这先不要哎、欸。好痒哦！你们会不会这样？就突然身体会有一部分突然很痒，就是没有原因的，很就是啊，很痒哎、欸。还是只有我，我是毛病很多啊，哈，真的毛病很多哎、欸，好奇怪哦。然后呢，就是眉毛，眉毛就是嗯，我画完再回来 ，OK。Boom！ Oh my god！ So looking nuts。现在呢，就是来画个眼影。其实我刚找很久，是不知道用什么东西，就想说，哎，用这个好了 ，Huda Beauty 九宫格吗？就是美妆博客都这样吗？这样使用的是。摆多久？要摆多久？其实没有人在乎好吗？没有人在乎 ，Nobody cares。至少我啦，我就是根本就不 care， 就是其实我也没有用过这个，就放在那边很久了，想说啊，来拍个影片来用一下好了，嗯，还 OK 啦。然后呢，我们来上点闪亮亮的感觉。妈的，刷子这么多，然后每次都不知道要拿哪一支，我到底是有什么问题？很 man， 就 man， 还是可能用手。哦，有时候亮片这种东西，好像还是要用手会比较漂亮。啊！是哪来的性感小野猫啊 ？Kitty cat cat cow！ 来加个睫毛。吓到你了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是那个，其实我是整人节目，我现在是美妆嘛，那我是下一步可能就是整人节目了。对，就是很多元的一个 YouTube channel。我妈是不是忘记生下睫毛给我啊？就是 ，Hello，Hello， 我是画完再回来。Boom， boom， boom， boom。废废废 ！Kenny 本人出现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我，这才是你们期待已久的我，对吧？来喷个定妆喷雾。真的是不要闹哎、欸！下雨了 ，Oh my gosh！ 在玩呢，然后呢，我来上一点打亮，哦，
就是要走自然女路线，自然个头啊！这是水光女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， 我们要完成了吗？终于，天哪！Oh my god！ 我完成了。Yes, Gaga，Yes, Slay Mama。Yes，So pretty, gorgeous！ 啊，太好看了吧！就下次见了。我下次可能会拍个什么 Q&A 之类的，因为好像很多人不知道我是台湾人呢、欸。我真的是嫁给台湾人 ，OK？ Made in Taiwan， OK？ Made in Taiwan， I'm made in Taiwan， 土生土长台湾人。我只是 IG 有点就是走一个国际路线而已，就可能你们不太了解。所以呢？就是 IG Instagram 追踪起来 KENYCCAIN KENYCCAIN 就是我会在上面提问，然后你们就可以问我一些问题，然后就这样咯，拜。